据报道，韩国演员姜素拉拥有甜美笑容、完美比例的身材，以精湛演技、流利语言能力博得观众喝彩。出道多年，鲜少传出绯闻的她，近日却被韩国媒体爆料和男神玄彬热恋中，两人年龄相差8岁，认识短短2个月便擦出爱火，在演艺圈投下一颗重磅炸弹。据悉，和两人熟识的圈内人士透露，由于姜素拉不久前和前东家合约到期，在寻找新公司过程中，10月开始和玄彬的经纪公司有过频繁接触，双方见面后擦出爱的火花，最近才低调交往。据悉，两人互相抱有好感，由于才刚开始交往，态度非常小心翼翼。而对于热恋传言，玄彬和姜素拉的经纪公司表示正向本人确认中，引起外界高度关心。姜素拉出道以来鲜少绯闻，只有在拍摄《我们结婚了》时和 SJ 利特之间的暧昧情愫备受瞩目。玄彬则是和宋慧乔分手后，感情便一直处于空窗，这对郎才女貌的组合让许多人相当看好。目前玄彬曾出演过《我叫金三顺》《秘密花园》等大热韩剧，是韩国人气极高的男神，此前还曾与宋慧乔交往。姜素拉则出演过《Doctor 异乡人》《卫生》等韩剧，新电影共筑上映在即。